你干什么？本小姐都放弃做人了，你还……原来是你住进我的心里。曾经有人问过我，理想中的男神是什么样的？我现在好像可以回答了，他从来不是我想象中的任何模样。可当他出现在我面前时，我就知道。是他喜欢你，只想了